无论是戈壁大漠，还是雪山边关，是密林深处，还是海防哨所，总有军人踏一双战靴，足一声泥踩，将万水千山走遍，用脚丈量山河的无垠，用身躯竖起不朽的界碑。有军人的地方，就有我们的保障。8万次，是一双高端户外运动鞋鞋底弯折的极限。1200克，是一双轻质功能登山鞋的重量。防滑防穿刺，意味着战斗力的保持。而一双通用作战靴，追求的极限并不止于此。在精确的毫微的精心研制中，所有的努力和尝试都是聚焦实战，保障备战。四加4.9的力，平均每分钟191转。考虑到全军在全国各种地域下的一种通用性的完成。去测试看看，对对对，应该能够行。改进优化，我们从未停止。一双作战靴，一套单兵装备，是科研实力的缩影，更是军事实力的体现。我们的每一项保障工作都坚持瞄准战场，聚焦实战，服务打赢。